全场喊出翻转高雄的时候，让每一位朋友都震撼。今天晚上我们要不要再来喊翻转高雄？翻转高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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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转高雄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是15万人的现场，下一场15万人的现场不知道在哪里啊，但是我们今天不要错过有15万人共同呐喊的声音，好不好？所有的我们高雄乡亲，我们各位在座父老兄弟姐妹，我们有100%的含金量，我们在座全部是我们高雄市民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用游览车去别的县市，把人一车一车带过来，因为我们了解得民心得天下，失民心失天下。今天暗时啊，我们高雄市所有北漂外漂的子弟，所有在外面上班的好朋友，所有在世界各国的经商的企业家，大量回到高雄，
因为广大的高雄乡亲完全了解高雄未来一定要改变，对不对？那么各位乡亲，真正高雄人民过得太辛苦，太辛苦。高雄人民累了，真正累了。二三十年的政治意识形态悲情，充满着怨恨，遇到选举就像魔咒一样，把高雄乡亲的脑袋捆得紧紧，捆得密密麻麻，让高雄人呼吸不过来，经济发展完全没有办法，充满着谎言，充满着宣传，整个高雄像一个西装笔挺但是口袋里没有钱的人。高雄人民累了，烦了，也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受不了。谢谢我们各位高雄乡亲，我给大家报告，两年前我在卖菜，而且非常认真的卖菜。两年后的今天，我在了高雄，明天就要投票，我心里有好多好多感慨，太多了。我没有想到来了高雄，强烈感受到各位乡亲对韩国瑜的爱护。遇到任何高雄乡亲，不分党派，不分族群，不分性别，大概完全就是一家人。这种感觉，我在我内心好大的震撼。我跟大家报告，好久好久以前，我听过一个故事。我认识一个好朋友，一个女的。当初要结婚，没人到他家，甲伊讲，嫁出去嘿阿美拜，你打鬼打鬼打官哦，对人拢非常好。这女的说，我绝对不要嫁，我不要离开我爸爸妈妈。啊，结果年纪到了不嫁不行，就嫁过去，连生了四个孩子，开始做生意，行李状况非常好。等到孩子大了以后，回去问他，啊，你今晚要回来出没？哦，不回去了。我的家在这里，四个孩子在这里，我老公在这里，我打给打过对我都很好，我不喜欢回娘家，我喜欢待在这里。各位好朋友，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两年前我在买菜，结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给我来狗油，我说我这个城市好久没有来了，傻市长你都不来啊，我有一点陌生感。结果党部说你去试试看，我一来，结果我的个性完全阿萨里，我完全像一个高雄人，跟大家一处下去，好像天雷勾动了地火。韩国瑜爱高雄乡亲，高雄乡亲爱韩国瑜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想到我认识这类讨给牛，他的心情叫嘴当摇，我终于了解了。现在这一年多完全投入，我真正感觉我跟高雄乡亲完全连成一体。未来如果韩国瑜明天能够选上高雄市市长，我跟各位乡亲保证，相信韩国瑜。一个市长最重要的工作
就是三件事，不要听了天花乱坠，这三件事做不好，这个高雄市长绝对做不好。一个市长三件事情，第一，韩国瑜当市长要建构出一个高雄市的总目标，我们要把一切抛开来，我们未来的高雄要从又老又穷变为一个总目标，又年轻又有钱，好不好？第二件事情，被你压在一起，韩国瑜如果做高雄市长，我一定以身作则。台湾人民已经被民主政治逼到了一个小角落，台湾人民已经喘不过气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手上有权力，不是乱搞，就是贪污，看不出行政效能。台湾人民这么多年对民主政治充满着失望。如果韩国瑜当高雄市长，我如果贪污被抓，我正式宣布，我放弃假释，我要用我的团队，每一个团队的政务官都必须要宣誓，这一个团队每一个月要找一个高雄中低收入户的家庭，从孤儿、农民、渔民、劳工、计程车司机、隔代教养的老家里面长辈离开的老年人在带孩子的，所有资源回收的，所有的中低收入户，我们这个团队每一个月要到这个中低收入户的家庭住一个晚上，永远不能离开我们的基层。韩国一个团队必须又清廉又清明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高雄市发展的方向又年轻又有钱，韩国瑜当市长以身作则，绝对不敢贪赃枉法，我们的团队配合市长全部往这个总目标来冲来努力，让我们的高雄未来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阳光，好不好？各位所有的高雄市兄弟姐妹，明天就要投票，明天就要投票，真的，我叫怎样，我叫了解，我们国家所有的旁边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在进步，高雄是最好发展的机会，如果我们没有搭上这一班竞争的列车，未来我们高雄市的前途是非常暗淡，太暗淡。高雄唯一的出路就是往国际化，面向海洋，面向国际，面向未来，这是高雄未来唯一的一条出路。韩国瑜非常着急，我了解乡亲对我付了这么大的期待，我常常在外面拜票，所有跟着我们的人，所有从家里面冲出来的，眼睛里面透露的希望跟期待，他们希望韩国瑜真的好好带领高雄，所以我可以感受到明天这场选举对于未来高雄的发展太重要太重要，所以希望各位高雄乡亲
相信韩文，我绝对没有跟大家闹亏。一个市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要推销这个城市。一个市长要像超级推销员，会把高雄的好、高雄的美、高雄的产品推销到全世界。韩国瑜真的有这个本领，我一定会把高雄行销出去，让高雄最美好的东西卖得出去，人进得来，高雄发展。感谢各位乡亲，后面这些议员，我们所提名的这些精英分子，是未来高雄市两个拳头中间的一个大拳头，高雄市议会。韩国瑜如果过高雄市市长，我绝对不会台闹。我可以刚讲一个笑话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我连我老婆我也不怕，我屌闹。我怕做了市长被人家在后面笑，做了个乱七八糟。我受不了，我如果做高雄市长，我绝对没有打给他，我一定会全力，这是一个大拳头。另外议会要请大家全力支持两个拳头，好不好？让大家，让全世界看高雄，让全台湾人在看高雄这场选举，让他们了解，全力支持第一号韩国瑜，让全台湾、全世界的华人都了解，高雄这个经济的巨人即将站起来，即将迈开大步喽！